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这是我们的听觉神经啊，那这个显然这个是耳瓜，所以耳瓜跟把这个声音转换成我们神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导，那透过这个听觉神经。可是事实上我们第八对脑神经它不只是那个听觉的部分的，这个是关于我们内耳的平衡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神经啊。那么事实上也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这个神经的一个体系啊，能让我们去了解到周围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个位置是怎么样子。所以整个耳朵的一个形状从外耳到内耳都是让人家叹为观止的一个状况。这是我们的外耳，外耳大家 看起来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只会注意到这个耳朵，哎，是不是有福气啊，这个耳垂啊，是不是够大的一个状况啊？那但是啊，事实上这个耳垂重不重要，并不是那么这个大小本身倒不是那么重要。不过医学上倒是有真正这样的一个统计啊，如果我们耳垂这个地方有个这个线条的话，一个横线一个凹陷的话，这个我们要注意到冠状动脉冠心病的一个可能性啊会增加。这不是100%的一个对应关系啊，但是有的话，对这方面的一个注意度可能要更好一点。所以你看手相看耳面相啊，有时候要看到是健康相，这个比较重要。好，跟大家谈论一下，就是我们耳朵这样子，我们看到的不要只是耳垂，这整个耳朵的一个形状很重要，更重要是这个事实上是皮肤是紧贴于我们的软骨。所以如果这个软骨发炎，譬如说是撞击以后，譬如说是穿耳洞以后所造成的软骨就是里面的这个比较蓝色的水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整片，它是软骨的，所以软骨的本身的血液循环也不是很好。所以万一它穿耳洞，现在穿耳洞又不只穿一个，一路往上穿的结果发生感染的时候，这个会造成软骨的一个发炎，它不容易控制好。第二个，将来的变形也是不容易控制好。所以做任何事情啊，都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让我们的耳朵啊变成这样的形状。因为这个我们偶尔在诊间也是会看到，就是它变形的耳朵，为什么软骨发炎？啊，为什么？很简单，穿耳洞。所以大家把穿耳洞不要想成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没事不穿当然是最好，要穿的话耳垂这个地方穿一个就好了，没必要这样子。我好像是分裂式一样啊，从地面到空中都有这样的一个存在，这个看起来不怎么美观呢，它付出的健康代价也要考虑。这位画家很特别，他是把大自然界中的一些景象都在一个人物的一个造型里面，这个耳朵是显然不是真的耳朵，这是树枝的、树干的、树皮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用这样的形状来把一个人冬天的一个景象，冬天的树皮、冬天的叶子、冬天的某一些特定的像这个菌菇类的这个情形啊，把它组合在一起。阿尔钦博多，意大利16世纪的一位画家，他就是很特殊啊，用大自然界跟人的脸来做一些呼应的时候，刚刚冬天的一个景象，哎，让你感受很深刻。确实啊，历尽沧桑啊那样的一个萧瑟，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又不一样，这个就是刚刚讲冬天的那个景象，刚刚只聚焦在这里，加上叶子，还有点这个头发的那个状况，这个就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那个感觉就是好像有点生气勃勃，哎，那样的一个这种大自然界的生气盎然的样子，跟这个脸做一个结合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个水果，这描写的是夏天的这个景象啊。所以夏天跟人，这个鼻子有鼻子的两颊有这样苹果或者是李子的一个水果来去把它呈现出来。那个小麦丰收的时候啊，穿的衣服用小麦，所以他的签名跟那个，这是他的签名。阿尔钦博多，这个不好看的，但是事实上仔细看就可以看到他签名签在这里，1563，这个当年的他画的，所以你看看签名用这样巧妙的方式去呈现，所以是整体啊，其他还有玉米啊，还有茄子啊，葡萄啊等等，所以春夏秋冬各种不同的一个造型啊，人的同样一个男生的一个形象，用春夏秋冬的
当令的一个植物水果来去把一个人形去凸显出来，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创意啊。好，在他晚年的时候还有一幅画把春夏秋冬合在一个脸型上，这个只能更有他的一个哲学的意涵在。一个人的脸绝对不会只有沧桑，也有过去那种闪耀的记忆啊，那个春天的啊带来的希望一定有的。所以你看看，也有夏天、春天的那样的一个水果啊，这个夏天的这个麦子也好，冬天的树皮也好，也有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感觉。而且老的脸上的一个表情，最主要是冬天的，但是其他东西装饰着，好像是类似我们的记忆也好，我们的心灵深处也好，总有那个代表着曾经走过去的点点滴滴的那样的一个回忆，或者是点滴的这个甘甜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这是晚年他的作品。所以人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感触看到的东西，也许就不是那么绝对。我不是只是纯粹的冬天，冬天中还带有曾经辉煌过的夏天跟春天的那样的一个气息啊，蛮好的提醒。好，这个疾病的冬天呢、疾病也有春夏秋冬。如果能够早期没有疾病，那是春天呢、但是偶尔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要早点去诊断出来，不要等到秋天已经消逝的时候，这已经是疾病的初期，我们才来做治疗。更不要等到冬天，那个疾病已经散播出去，那这个治疗的一个效果当然不好。所以提到疾病的冬天的时候，当然大家会想到就是癌症，这是最多。那癌症，我们如果用这个国健署他们报告的一个资料，统计资料来看的时候，2016年的一个资料里面，大家会想到这个大肠癌是不是最多？是，发生率讲起来最多。当年一年有15000个新的案例诊断出来，当年因为大肠癌死亡的人数是5700位。5722位，所以大肠癌的影响层面很大，新发生率就有15000位，这很多的这个情形啊。但是呢，不要忽略掉另一个，它发生率也许不是最高，但是它死亡率最高的，发生率比刚刚15000少，大概13400多人，但是它死亡的人数是9000多，刚刚是5722位，这是9372位，所以死亡的人数是更多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对肺部的一个这个警觉性啊，肺部有问题的警觉性一定要更高。因为大肠癌本身它发生的时间，它有很长的一个岁月，慢慢从息肉变性转变大肠癌，然后再形成的一个肿瘤啊，这都跟我们饮食的习惯还是有密切关系啊。所以纤维素要多吃一点，高纤维蔬果类蔬食，这个还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比较好。但是肺腺癌就不太一样，或者是肺癌，它除非是说它已经侵犯到肋膜表面，它才会痛，影响到我们的气管支气管，它才会咳嗽会咳血等等的一个状况。绝大多数如果是在肺脏深处的时候，肺脏的没有些什么知觉的那个状况的时候，它不会有症状的。一个4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这个来做检查，这个当然胸部 X 光看起来都很正常，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这是低剂量电脑断层可以看到一颗小小的，这个好像毛玻璃状的这个病灶在那个位置啊。临床的医师看起来不放心，做切片确定这是一期的肺腺癌。另外一个5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之前有抽烟的这个病史啊，但是后来已经戒了差不多10多年了，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也是平常公司的一个检查发现，你看看这里有一个蛮大的肿瘤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也是肺癌，蛮大的颗的一个肿瘤，可是啊，他因为怕开刀，怕种种的一些治疗，所以啊也寻求偏方的一个治疗，结果在5个月之内肿瘤变成这么大。从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大小变成这么大，同样约略的一个切面来看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如果能把疾病的这个冬天来把它往前呢，任何事情从自我的一个健康习惯的一个养成，素食，然后高纤维、低热量、低糖、低油温的饮食的话，当然发生就少，空污减少的时候，这些都会减少，让它的一个健康的维护啊，让我们健康的一个存在，就好像春天一样，不要等到非常严重的时候，你才要来去做防湿、保湿、防晒的处理，这个皮肤也很难冻龄或者是逆龄。来，你收看，再会。